是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晚上好，明天会更好。明天上华哟，空巴哇，空灵吉哇，我大西哈欧里给的是哈基梅莫马奇特。德林森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Welcome to 奥里给之声广播电台。各位亲爱的胡乐雄，今天的几位大家早安，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向，我伫倒位，我是奥里给，我今嘛伫直播间咧开直播。声少声少，那有较细声，还是较大声，真麻烦伫留言区讲者哦。啊，无就是我讲我赢，你讲。你讲你嘛赢，大家讲大家赢，好不？刚才我较大声一挂，我讲一下分150%，好，勉强可以。各位亲爱吴乐雄，今天的机会，大家早安，大家晚安，大家好哦。啊，今日交友顺利不？啊，你有挂掉我未哦？还是你今个用挂去啊？哦，咱影片下面哦，都会有什么哦？如何当冲哦？如何面对交易的一些不负责任哦，也不专业的交易心法哦？你的打开我们的直播间嘛，下面这边都有一些提醒你，你应该在哪边做交易，应该在哪里去找出值得赔钱跟值得布局的位置，哇，拿供拿盆台子进拳，哇，真的翻红，实在是不简单。啊，再来就是，这都讲给咱金融卖最输，咱直接讲重点好啊，吼，嘛无什么重点，吼，反正投资行为稳赔少赚，吼，请先想赔钱才会赚钱。谨慎投资，停损至上，停损至上，停损至上、哦、不想赔钱，你只会赔更多。那再就是等待打击区域的横盘、哦、像这个横盘有没有 HNN？ 目前看是没有。有没有气手427？目前看还是没有。那没有的话，它就走13%，嘎空的行情、哦、喜欢最高的，记得啊、哦、防守这个边界的价格，先退场离场没关系。那做多想上班的地方一样，观察 VVWT、哦、哇，大跌等横盘，打勾上去下来，打勾上去下来，弃守这个边界的价格又给你站回来、哦、就是这样，多方打击区在这边交易容易这样 87% 涨不停、哦、大跌等横盘的 VVW。啊、你喜欢看 ACD 的齁，来零轴以下黄金交叉找买点，凹下去上来就是你的。那你想做空的，看 MACD 的零轴之上齁，零轴之上 anyway 任何一段的零轴之上齁，只要它死亡交叉你就找空点齁就对了齁。所以不管是搭配技术分析也好，搭配价格关系也好齁，这个都是盘面你不能不知道，也不能不去看的一些盘面的讯息、哦、再来看一些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哦、量价关系、哦、这量价没什么好看的、哦、KD、哦、80死亡交叉找空点、哦、20黄金交叉找买点，找空点，找买点，找买点，找空点。高档钝化无法解释、哦、所以每个技术分析都有怎样，都有它对跟不对的地方、哦、那交易的行为就如同刚刚影片所讲的，都是在猜哦、我嘛无足够诶，吼，我若足够，我著家己迄落规工输赢着好，吼，啊是安怎爱去食头？因为咱无足够诶，唔是啦，唔是咱无足够，就是讲做交易都是在猜啦，吼、哦，毕竟我还有一些家庭责任要做嘛，吼、哦，还有一些啊，各有一寡家家爱绑，啊，唔是家家啦，吼、哦，各有一寡人家爱服务，吼、哦，所以嘛无我都讲话绑就绑啦，啊，无我讲真诶嘛做想要全职诶，但是还有一些包袱在，吼、哦，啊，可能过个2年3年，等小孩长大一点，吼、哦，啊，等那个被动收入累积多一点，吼、哦，我再来做全职。哦、反正在全职还没开始之前、哦、就开个频道、哦啊、用我们自己怎样自己分享的一些交易的方式、哦啊、慢慢的分享给幕面前的各位亲友。我常常在说，面对交易就怎样，面对它写出交易计划，处理它执行交易计划，放下它停损停利离场、哦、因为只有保本、哦、才是我们在这个市场唯一的生存法则、哦、反而不是获利、哦、当然获利也蛮重要的、哦、但是保本、哦、就是说咱有法度控制，刚才讲咱的本金偌济，咱有法度伫这市场上继续博无哦，继续赌下去哦，只能说有本金你才赌得下去，你才走得下去啊，出内容给讲诶，好不好、哦、分享给屋面前的各位亲友，真正出内容给讲诶。我过来就是身体健康才是真的、哦、为什么不要多空两头做、哦、多空选一遍、哦、因为咱嘛知嘛，你嘛知嘛，对不？就是讲所有的股票交易市场现在已经都越来越开放了，早上有台湾股市、欸、下午有欧洲股市，晚上这个时间呢、欸、又有什么，又有美国股市，对不？啊，你较粗残的较凶的币圈跳入去夭壽哦，六日又有比特币、哦、所以在这么多琳琅满目的交易商品之内，
你不要每一样都想去做了，你可以试着每一样都去 try， 但是不要太专注于你想要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两个共同小孩子才做选择，你全都要哦，真的不要全都要，因为安尼操落去了吼，讲真诶啦吼，你的身体健康会怕怕去吼，所以再次提醒各位亲友两个重点：停损还有身体健康，对你才是真的。我这两个怕孩子，停损。身体健康对你才是真的、哦、再次提醒给各位亲友，剩下的健康对你才是真的，剩下的我在讲谁在讲哦，公鸡呢你就当作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都在讲干话好不好？停损跟身体健康对你的帮助才是真的、哦、所以让你影片开始都会先祝大家怎样咦身体健康我这刚才看腾腾开心呢啊，人家哦咱家本频道了有三大保证，保证看图说故事、啊、保证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保证也保证赔钱，但是可以让你少走18年赔钱的冤枉路，就如同我们在这边分享的，每天都在分享的，你在这个边界做交易，你只需要去思考说，比如说我可能空在433跟472的这个边界，空对了你要怎么办啊？空错了你又要怎么办、嗯、那个对你才是真的、哦、因为有几个讯号告诉我们嘛，第一个在压力区的横盘、哦、开始走，第一个上去下来，第二个呢 MACD 死亡交叉死亡高叉、哦、那么要化解这个交叉呢、哦、这个契约必须突破上去，不能再跌下来，要不然、哦、就准备怎样、哦、在上面死亡交叉容易 回到解放前、哦啊、目测、哦、可能是2228，我、哦、看这里有没有压力边支撑、啊、有的交易行为真的要放弃、哦、真的要放弃，你在22216、哦、你不做多、啊、你才跟我说、欸、你想做突破买进的这边再追高、哦、那记得去防守22430左右的价格，我、哦、那运气好，你就赌它继续嘎上去啊；运气不好，你就赔钱，赶快离场哦啊！去等一下哈，它、哦、这个江波图，我、哦、有一个盘整的行为，这样盘到这边哦，你才思考，再去思考要不要重新上车哦。像这样，咱把这个江鸟图可以转哇，87%哦，会跌的心态，87%会喷的心态哦。我、哦、你讲这多在喷呢，来早盘呢，扒上去，扒下来，扒下来，扒上去哦。扒下去，扒上去，我、哦、这早盘早起价，哇，是不是堆起来？堆起来是安怎？各位乡亲啊，堆起来是安怎？提示答案都在直播间哦，多方打击区，在这边做多容易一飞冲天，底下做多哈、哦、容易这样哇。纵使你是打保证金的啦，哦、你早盘看，你看啊，开盘开安呢，啊跌破收上来，你盲单吃在可能是053哦，这里跌破收上来的这个边界。哎、欸，你干什么？哎、欸，七八点呢、欸？啊，你若怕保证金呢？哦，搁一个建议啊，可能吃053防守982，我就用你停损单先挂伫遮。那么目测哦，你安尼看，哎、欸，到70点哦，60-70点的那个什么扩大，万一赌对了、欸，你往上看，至少可以报到315跟2266这边呢、啊。目测大概是150点至300点左右，哦，就是咱讲赚赔比哦，1:3，通常赚赔比哦，哎，就这样个俩1:3、1:4、1:5吼。都可以、哦、反正你一定爱知讲，甲偌济你爱走，甲偌济你爱退，我、哦、万不你做唔对，你要聊偌济哦，安尼你就可以怎样？我、哦、从早盘这边，哎、欸，扒下去，扒上去，哇，爽死我的老六哦，创新高，再嘎停损不来赌上去，呵呵对，做头成功哦，来创新高以后要去观察什么重点？原本的什么？这边套牢的压力有没有变支撑？哇！哦，这个做第二段了、啊，哦，它还回撤，哦，像这样创新高以后的什么压力变支撑的什么，还有点什么赖神防线，哦，22200有没有再防守？有，跌破又给它收上来，哦，在这边等待什么？跟这边一样哦，哦跌破收上来，打勾上去下来，主力做第一次，哦，它有在防守这个边界价格给我们看嘛，对不对？然后第二次跌破又收上来的这个盘整的这个区间，你容易怎样？一吃就一飞冲天，对吗？然后一个停利单、哦、又可以50点、100点的什么样，来回的吃，来回的做，来回的吃，来回的做，扒到你怀疑人生，我、哦、真的扒到你怀疑人生，哇、哦！所以按照本频道分享给你的赔钱的、胡烂的赔钱的看图说故事的什么交易心法，你都可以怎样，在多与空之间、哦、去做到多跟空轮替的阶段，那。你习惯这种看盘模式以后，你
从此以后你只会去说干看到了没吃到、哦、不会说为什么这边会涨为什么这边会跌、哦、你听我的说什么对你以前在教育以前在教育哎干为什么会跌你老兄是发生什么事是阿公阿飞弹打起来还是怎样、哦、这种股市新闻开始开下去了啊、大跌原因是什么啊？为何你跌六百点啊？跌几百点？跌2800点？哇、哦啊，这什么？哇，股灾来临怎么逃？哦啊，这中错200点。18,787。哦啊，这什么小毒？什么小？哇，崩千点了 啊, 啊！要紧哦啊！干哪紧剁哦，紧剁哦！哇，你老兄啊，剁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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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剁。结果嘞，哦，你剁个单都空在地板上，补在地板上。你要补在地板上也没关系。你就不会说，咱说第一说，新闻是一个落后资讯啊。什么叫做落后资讯？比如说，咱现在开直播，咱现在开直播。好久没上来，凹大晚上好啊。晚上好，五指山大大，晚上好。那个，哇，那英语我不要念。切咪哦扣，哦，晚上好，花花，晚上好，小智，哦，各位都问候一遍。啊，没问候到的，哦，请多多包涵。对，你按我们频道分享给你的什么盘讯、盘感、看图说故事，哦，在这边发生喷上去意外，等一下在这边盘整，哦，夜盘好像没有开，好像开到一点，美股好像休息。对，那如果不休息的状态，按频道的惯性，底下等一下盘，我又气手整个崩下来，攻击黑都不意外。对，你按本频道这几年分享给你的一些看盘的逻辑，我来讲理性、科学、务实，哦，韭菜最好的选择，给你凹凹力给，对哦，你绝对不会有很多问号哦，这个我应该可以保证了，对。但是你会发生的什么事情哦？但刚在丢垃圾没吃到，看到了没吃到哦？还是说刚刚在顾小孩看到了没吃到？咖喱咖喱，哎，哦，动不动就哎，我要等那个什么什么纳智贼新闻要发表什么事情哦？还是说川普要说什么话哈？还是那个什么那个鲍鱼哦？鲍鱼又要切几块给人家吃之类的？我那个都真的不干你屁事，你只需要观察什么哦？你在交易的标的物的价格的边界的格局哦，再来就是搭配一个周期嘛。来看一个周期，我那讲一寡，就发觉吼，那收视率一直袂开，是不是少讲很多，都直接讲重点，没有在讲干话。比如说用这持续中出的文章嘛，对不？哦，就是讲很多韭菜交易员吼，他都怎样哦，都不了解这个市场，只想赢哦。然后呢，然后他钱进来就是一定要赚钱哦。那在赚钱的过程当中就是怎样哦？一无贪，一张不卖，没有赚钱。哦，就等他奇迹自来，结果奇迹一直没有来哦，导致怎样？为什么很多人交易都会赔钱？对不？哦，导致哎的99%以上的什么？那个韭菜交易员哦，就是荧幕面前的你跟我哦，一百来对有99%的，大家都在聊钱，大家都在输钱，各东西大输不起来还小赔都没关系哦，各东西聊着做一下还完了，从此就八月中秋三羚羊哦。赶着羚羊草之白，挤破一幕，再也不看股票任何事情讯息哦。就我嘛，等下分享几案例。之前问姐董叔哦，也是好朋友，嘛是玩跳的哦，也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好同学，对不？啊，一流，一毛在走哦，来一个做融资，那个做啥？对不？啊，我的有个建议啦，有个建议，讲哎，是咪赢吼，赢来看咱的这个频道哦。第一种我在做大跌以后如何彩底系列哦。我甲做侪重点吼，除了当面讲话听，哦，除了甲伊讨论，啊，讨论煞了，我阁做一个频道看，哦，啊，但是伊讲歹势，我有闲才来看，哦，我有时间才来看。结果我想讲，伊应该有看，哦，应该会去看。结果伊就连看都袂敢恁家己看，啊，袂敢恁家己看了。结果无一站，哦，大家食饭、啉烧酒、开讲的时候，我才讲看，迄天哦，比如讲啊。台积电哦，人讲要甲偌济，我500就甲买，啊，那才设个3000，一个融资甲买进，哦，500只嘛，4500只嘛，啊，4800只嘛，马丁格探到躺平法，哦，一躺买买亏到偌济啊，杠杆又加上去，哦，像三道猴子顶咧按咧，哦，我这行情等下来，你杠杆个吹落去，嘿，新闻讲台积电甲1000，哦，啊，即马伊咧550尔，嘛吹落，油门个甲吹落，哦，爆，一直甲爆，爆到营业员开讲啊，比如讲甲。甲死啊！我讲，哎，某某先生，你迄个唔报迄啰，要甲你断头啊！好啦，佮报，哎，报，甲伊真个挡袂牢，剁掉伊讲，可能伫咧430只，真个剁啊！好，挡袂牢嘛，因为佮落就是，唔呐马水库就啥物拢无啊嘛。啊，你即马伊迄阵退，敢若佮卖，我计卖6000啊，落偌济啦？吼，啊退，敢若佮有1200万吼，啊，迄阵上侪敢若落个1000万，啊，佮来刷，伊就甲剁掉啊。
独钓后壁我甲伊开讲啦，讲卖聊千二个，我聊超千二万，我就讲，啊你开始我毋是讲，毋是甲你建议讲，啊这哦，比如讲，你著做五，迄阵敢是688加500嘛，我讲啊你500要买无要紧吼，但是你输10块着，我可能死啊高你先走者，我十块着，十块尔无啥对，啊有徛倒来你才去买嘛，哦或者是讲。或者是讲迄个，你著等嘛吼，等伊过来盘势吼，看你到位哦，有像有出现咱咧讲即个横盘，吼、哦、啊有你才去落了看嘛，啊一届了10块，对，啊伊毋是，迄一趟落去，敢若毋来为500几，甲你了到300几，啊伊个融资个敢毋来贵成啊啥，伊个甲马丁哥谈到躺平法，我讲你毋知用赚的钱来建。哦，啊、你方式就唔对，啊看法嘛唔对，啊看唔对无要紧，大家拢看唔对，包含我嘛看唔对。哦，啊你要安怎看拢无要紧，但是你要安怎闪吼 ，L 波会唱的闪，哦，啊你要安怎闪，迄才是重点吗？唔是 L 波会唱的叫做咪好大卖走，好大卖走，对，砍落去 ，bust me， 你总共砍七头的，啊砍到你挡袂掉，你个开杠杆加融资，马丁哥赚到同一把，哇、啊，你老兄嘞，千外万咱就无伊啊。我、哦、当然，伫青蛙湾的前啊一波，我嘛有安尼个分享哦。我讲来，你看即个标的物，哦，可能格局安怎，啊伊讲伊会知，啊伊买的位可能是袂介歹啦，因为伊阵688起哩个乱嘛。看者吼、哦，这股市交易，这股市交易的几故事吼、哦，啊一站一站讲我大家听吼、哦。哇，好大卖走，砍落去咧 bust me。好、哦、啦，六年级生、五年级生应该有听我的讲啥，哇！啊，那有一个较少年的是还真歹势，对。我来到这段啦，这段，哎、欸，吹落去，哇，吼、哦，这段，哎呀，伊买迄阵买位置可能是咧右家啦，吼、哦，右家，吼、哦，跌破唔变支持啦，结果无嘛，啊，无落去了。伊去看一本册，就是讲啥物，你买伫100块，吼、哦，万不离落到90块，还是东港吼落5块，你搁吹落去，起到97.8块，哦，你就解套啊，你门当到100块才解套，啊，起到98块，你一个 tick 挂退佣，你当中就在赚偌济多偌济，啥物小朋友都，啥物大朋友，啊，结果咧，结果加伊啊嘛，对唔，加伊了，佮拍死唔走，吼、哦。噶唔知噶这段挡袂掉，走了咧，过来，哦，过来告诉了大家知影嘛，啊，过来就一直起你啊，真个破钱啊，钱贵无去啊，对嘛，我讲你来看嘛，你来看，哦，伊则是讲我想讲要当面甲伊讨论，哎、啊、对，伊就讲我有闲则看，哦，啊，结果伊转头一讲，哦，我就搁拄着嘛，嘛咪转头一讲啊，转头过无几工，大家一饭开讲，啊，拄着伊就讲，我就讲啊，你敢看，伊讲。我袂敢咧看，即世人，你们套世人，袂敢咧个炒股票，袂敢咧个持股票，真的是从此以后再也不看股票。好、哦，所以你的频道嘛，卖给我看。对，我是真趣味啦。我、哦、所以讲，高月红星吼、哦，88块，吼、哦，今天88块，吼、哦，你别看均线呢，哦，均线那个真侪人咧讲嘛，吼、哦，虾米20T 以上，吼、哦，就是安怎，吼、哦，就是20T 以上，吼、哦，站上20T， 吼、哦，就是喷起你啊，吼、哦。那站上20T 有几个原则哦？他在站上20T 当一个也在深度了哦哦，就是讲 A 的跨均线各另外几个原则的讲，哎，均线站上20T 哦，就是安咯强势哦，强势的一路对。那但是退场机制哦，另外再讲，他会不会骗？会哦，所有的技术分析都有骗你的地方哦。那被骗怎么办？跌破20T 赶快跑，站上20T 再上去握，再跌破跑，站上吃。跌破跑站上吃，你都还可以这样坐在趋势翻转的另一边哦。啊，你啊跌破不跑嘞，跌破不跑的可能哦，微管定安呢，20T 几个来哦。但是这姑姑啊一盖，属实凶呢，属实凶呢，发觉真个代志哦。比较常发生的事就是怎样，均线纠结，扒上去扒下来，扒上去扒下来哦。你打刚你高也变怎啦？停损买进，停损卖出，停损买进，停损卖出，停损买进，停损卖出，哦，扒咖你怀疑人生哦。但是也优点也是这样，你可以抱一段好长好长的趋势，哈、哦，对吗？所以交易逻辑百百种，交易模式百百种，没有最好，没有最棒、哦、你只能去选择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一个交易的逻辑，对吗？伪故事，哦，我记得这段哦，还有一段故事啦，吼、哦，刚看一个好朋友跟我讲哦，因那么小感情情，伫台积电内底，唔知咧创啊笑的，吼、哦，啊，唔知是做啥物的，吼、哦，啊，爱就讲。啊，分安怎吼？什么7纳米、6纳米、5纳米、3纳米、2纳米？台积电保证破千，我还买超500来你 Q， 我 Q 了都拗了，500解套随走。啊，讲煞了，吼、哦，迄阵都上加那个37，哇，就咱看这段，吼、哦，讲煞，你到底在讲啥？讲煞我吓死。啊，趣味的是安怎？我、哦、最近刚才我听你讲，我、哦、讲这可能会到2000，可能会到几偌济？哦，
我反头转，我讲一句啦吼，我讲来要画吼，要画大家拢足好画吼，要画咪，咱来画一个题材好啊 ，AI 导练，对唔知有哦？这敢那有诶款？哦，我唔知，虾米有做 AI 啦？我唔知恁大家会知未吼 ？AI 咱咧解说吼，拿台语来解说说弄掉 AI 或者 AI 嘛。那么国语来讲，或者自动化吼，啊，英语来讲，敢那好做伊个咪 ？Action 就是家己诶当诶 Action 吼。Action intentional 啊 ，international 哟，是 international 啊，什么？反正简单就是讲 internet 哦，自动化的 internet 哇，你看这些都干啥不会换？这个素材哈，我记得我们第一季还是第二季哈，就大概分享过了哈。这有张面回答来台哇，回答 NVIDIA 哦，一概我夜市事件哦，大概是四五六月的时候哦。四五六月的时候，我一阵来，伊咧讲咩？什么 GB 两百、三百、四百、五百公斤，迄我嘛捌看哦。啊，但是拢听新闻咧讲，咧讲啥物？即个 GB 两百、三百、四百吼，啊，包含那个咱的台积电吼，啊，搞出来的一些晶片吼，啊，怎么样跟怎么样哦？那么预计哦，预计可能会怎么样？简单讲就是怎么样跟怎么样哦，那么不无方便讲伤多啦，啊你听我听，也无会真多哦。就是讲，咱简单个简单讲哦，啊完迄阵的关键时刻啦吼，也是讲一寡新闻吼，拢有咧报，拢有咧讲吼，讲哦哦要收，那按因咧讲迄个进度吼，就是讲咱台湾的 GDP， 台湾 GDP 哦，老韭菜经济学，来各位同学上课咯吼，上什么课？上一个老韭菜老司机的经济学吼。前面的 GDP 就是国民生产毛额吼，看卖者，这是什么 GDP 吼、哦、GDP 哇，要修这会议啊，什么数 GDP 吼、哦？来 GDP 一下 ，GDP 就是讲咱的，哎呀，这哪会不是跳维基百科啊？这 Chat GDP， 看 GDP G 啊 GDP， 哎呦，啊你今麦找煞用找无啦？简单讲就是讲，咱的国民的生产毛额吼，生产毛额就是讲迄、那个，咱这个国家吼赚的钱甲开的钱，比如讲迄、那个花出去甲花入来吼，啥物出口啥，啊甲咱的啥物生产的有诶无诶吼，造成讲咱这個政府这個国家赚了偌济吼。那么 GDP 台湾奇怪，数字哪拢无跳出来哦，加歪歪，哇，这数字伤过复杂啊，讲真诶，这无适合我大家看。咱简单讲啦吼。往年过去吼，台湾的 GDP 大概是两兆啦吼，台湾两兆，用要直接说找我嘞，拍摄因为咱用开直播，咱用最直白吼，较简单的方式讲给大家听，话你当作咧听伊，当作咧看伊对。这样哦，来，就讲咱传统吼，传统的迄个 GDP 吼，超一路啦，已经超两条啊吼，伫迄个 AI 这个概念也未开进前吼，维持逐年拢固定超两条吼。那么这 AI 导链后来吼，无意外吼，无意外，敢那 AI 的部分吼，就是会增加超两条。听我咧讲啥，就是讲你的薪水吼，假设你是台湾，感谢你的提供。哇，你提供这个如何复杂咧？啊，我你念我贵啊，即马是咧上英语课哟。来 ，richest countries by GDP per capita， 这这 what is this？ And Taiwan and 768 60 and 3.1% ASA 哦 ，ASA 就是亚洲台湾十四名，我、哦、唔是排名啦，我唔要讲排名，我要讲个重点是讲台湾 GDP 哦，原本咧谈炒两条哦，那么 AI 导链有来哦，有机会跟他 AI 帮着破一条，就是讲咱即马除了台积电哦，米积电、台积电咧替咱赚钱以外，哦替台湾赚钱以外吼、哦，啊无意外话吼，即、哦這个 AI 导链哪会来了吼、哦？未来十年以来哦，十年以来。未来十年以内吼，有可能不排除，咱的为两条的 GDP 吼，就是讲台湾一年赚两条的，做啥物国民生产毛额之类的，增加到八条、十条左右啦，才会个呈现一个持平的状态哦。因为有考虑讲，咱可能会接全世界的单，包含迄啥物超维吼，包含迄啥物有诶无啊，花落了超维随要倒啊，包含迄个超维吼，加迄个啥物有诶无，拢卖台湾新分公司，啊，所谓 Google 啦吼，啊，所谓啥，里里扣扣诶吼，你想袂到，无所不至诶，啥物科技公司吼都会过来吼，因为为着要甲回答做小干亲情，毋是啦，就是讲咱有时啊吼，有时啊咱迄个啥物，我那会再愈解说愈乌，有时啊吼，咱看一下地图吼，有时啊讲，比如讲吼，比如讲迄、那个来群聚效应啦吼，就是讲。咱台湾遮吼有一个哇，遮有一个台中甲草屯遮吼有一个啥物导链吼，啊，迄、那个导链就是安怎？就是讲，这拢是
工具机哦，它在这 machine 呢，他们手工具机哦，从南投工业区一直延到像台中海线这边哦，这里好像有一条什么一年哦，好像是不知道几十兆元的虾米，迄个贸易产业哦，就是讲，那的手工具机好像世界哦也是蛮有名的哦。啊，就是怎啊，不能再造成一些群聚效应底下，吼，包括你的台积电嘛是嘛，对。你啊，开始讲，连讲 AI 是像，以 AI 厂吼，假设讲，台积电一开始是从新竹这边开始嘛，对。啊，新竹开始了一挂电子厂嘛，一直入去，一直进驻新竹嘛，啊，要某科学园区嘛，啊，有就如花灯如多啊，如团如多。哦，转变出来高科技的人才，跟高科技的产业，它就会成为一个群聚效应。啊，转变用你要做生意，你来这走，哦。也就是讲，像个鸿海，哦，鸿海希望百万大军，一只要鸿海归，不管鸿海落脚到位，哦，一边卫星工厂，哦，所带出来的那个什么商机更大，哦啊，带出来的人流更大，哦，那么再来走行工，现在新竹的物价，哦，听讲新竹的物价比台北还要贵，那台北为什么最贵？因为的人口密度跟人口结构跟一寡物有诶无？大部分拢伫遐，所以当拢贵，对唔？像啊，像咱这中华吼，或者是讲像咱那啥物，像屏东吼，是讲屏东应该还好哦。屏东比如讲开一点卖观光区的所在，或是讲咱一寡较中卡的所在哦，婚礼啦、多位啦吼，还吃得到100块以下的便当，还有那个什么铜板美食，是因为讲伫咱家的生活物价跟啥物生活的水平的迄落较无法当，开销较无法当啊，所以就变做咱做。变做讲开销无多嘛，啊人嘛无多，哦主要是人无够多啦，哦你若人有够多，啊边仔卫星工厂够够多，吼迄个当带动商机是侪了个侪啦，因为一个人吼行较多，不管向行较多啦吼，就是会有四个需求嘛，食衣住行，这四个需求，食爱食嘛，衫爱穿嘛，对唔？啊晒爱放嘛，要放晒就是要有厝通放嘛，对唔？啊含伊个交通嘛，吼交通，你只要要上下班，你要车工，你要啥？哦，就会开始有这些食物餐饮业哦的那个什么流动，我个就是交通业哦，还是讲一些制造业之类的哦，一些商机也慢慢衍生出来。哦、所以讲哦啊，还未讲错哦，所以讲来假设哦，黄爸爸哦，伊讲未来十年要甲台湾的西部岛链全部拍这方面，哦这哦。这是咱的充电地图，不是卫星工厂。哦，像安尼，假设讲，这一个台积电二奈米厂、3奈米厂、5奈米厂，像安尼，安尼规条路一直甲起开，一直甲起开，起到台湾只要有土地的所在，拢是啥物？拢是科技重镇。哦，安尼迄阵来 GDP 会使到偌济？不是因卡吧？哦，是因甲头啊小去。哦，这一个关键时刻讲的。对。那么，假设你相信这是真的。关键时刻啊，照我们来个财务哦，这足久的新闻啊。关键时刻啊，欠债8兆，花8兆 GDP。反正迄阵黄仁勋来的时候，因咧工作有诶无诶啦，吼、哦，唔是蒸发18兆，这是一个维尼熊。哦，反正就是哦，那时候炒那个黄仁勋的话题嘛，对。啊，你个想哦吼，因差这话题的时候，迄阵诶要差进前啦吼，迄阵台积电相对价格是688嘛，对。啊，你个想哦，未来你也赚四倍哦，你有4倍的全世界市场的商机，放眼全世界哦，就是讲你不只征服了台湾市场哦，你还征服了全世界哦，全世界的市场对哦，全世界哦，安怎征服来？咱即马来车有啥物？爱晶片嘛？那想要有晶片，有 ADAS 辅助驾驶嘛？吼、哦，啊，过来有啥物？有诶无诶？我即马因个咧开发咧啥物？他关键个有镜头 AI 无人驾驶嘛？对。那么未来好了吼、哦，全世界车拢爱台湾嘛？吼、哦，爱全世界卖几百万台之类的。我、哦、过来啥物 ？AI 识别啥有诶无？当你就是冠名 AI 播出哦，你就是安怎、哦？你就是需要什么？2、3、4、5奈米吼。哦的晶片，所以的，总变成安怎吼？你就机会，全世界吼都需要谁？需要这个5奈米以下、3、4奈米、2奈米的晶片哦，来去让这些电子商品有一个稳定的什么？稳定的稼动率，加迄个啥物？加可以我这个市场生产加买卖啦。对，所以讲，即阵佫敢若咱台积电做会出来，即阵佫敢若辉达啥物 GB 2、3、4、5、6、7、8、9、100，讲今天我们冇看，吼、哦，这做会出来，吼、哦、啊代工厂有鸿海、伟创、加一像达，吼、哦，有这三间有材料去 cover 做物件，有材料去生产做物件，但是底下要无拢全世界都有办法量产的状态之下，目前咱台湾的优势就是这三间佮跩都有在策略联盟迄落，哦，因为优势甲这物件量产。所以让你才做流行，做流转世界，不得不需要我们的什么的商品的生意、啊、所以你呢按那个按这个
这个腐烂的大饼的推估哦，那有可能会成长四倍，在未来十年以内。好、哦、啊啊，啊那我就问嘛哈，啊那台积电688乘以四倍，8432，不是啦，6424，冷清洗嘛，读完后年未来十年。哦，那你既然知道未来十年它会到2400，现在才688，哦，而且是讲今嘛都破1000，你要买啊不买？你要买啊不买？哦，这是你爱思考的代志嘛，因为专家在讲嘛，什么专家？哦，解教授在讲嘛。持续买进哦，还是持续怎样哦？持续中注的嘛？我们这是教授在讲的嘛？啊嘛，就是网络题材在讲嘛？哦，持续买进哦，在过去哦，过去有历史以来哦，只要是怎样，是类似这种绩优股哦，对，你只要持续买进，都有机会怎样哦？都有机会再创历史新高，哦，当然嘛，有一挂失败案例嘛。啊，但是呢，这样讲的安尼对，好，来台积电2400拄啊好尔，伊咧搞讲的甲2000，安尼也袂看2400，安尼也袂看3200，四倍嘛，碰两四倍嘛，是不是？吼、哦，对。啊，哪边来讲？哪边来讲？啊，联发科原高哦，这原高是1215，吼、哦，1215对。啊，你讲伊伫只 AI 行情出来，啊，你来袂讲伊甲4800，啊嘛拄啊好尔，对。所以讲吼、哦，看法没有对与错，我唔是讲伊唔对，还是讲安怎？我只是讲，有时啊，咱讲物件有空吼，啊你唔对安怎？你唔对讲，找一个啥？找一个像咱安尼讲的吼，适合自己交易逻辑的 SOP 吼，找出一个值得赔钱的位置布局，对跟错都没关系，错了就拆看看，错了就赔看看。你唔对，我都可以避开讲，我们这应该可以避的风险。我、啊、拉回又可以找买点的什么的位置，我、啊、的扒上去，扒下来，扒下来又扒上去，对，一个60分 K 的格局，你来看1240 1325，你看收了多久啊？加一抓，加两抓，加一抓，加个一抓，哦，三抓，三次可以让你调节，大概是80块，是80块吗？我80块，我看就一挂，对，调节一次就80了嘛。有时啊吼，有时啊股票咧交易是安尼啦吼，我分享给幕面前的各位亲友。那、哦、假设你这做长线，做长线的交易，对，比如讲你的均价是1240，对唔吼，啊，迄、那个高点是1325，对唔，那么等于吼、哦，你做一次，你的价差就是多少？85块嘛。那你的原始成本还是1240啊，对不对？那你等于说，你有捞到一次，哦，捞到一次，哦，假设85块一次，哦啊，85块。那么这边下去上来一次，这边下去再上来一次，哈，那你是你捞一次，哈，成本就可以减85，哈。那么假设你是吃两张的，就等于多少？1240等于1240乘以2，哦，对不对？哦，就2480嘛，哦，那2480来讲，我们就以单股来讲嘛，对吧？你吃二出一，就是你持有两张哦，在这个格局还没被跌破之前，哦、啊，防守可能是1200，假设了哈，假设这样抓哦，就是等于说你遇到亏损的话，会亏损多少？1240减1200，对吗？啊，也是两口，那就等于多少？等于乘以二哦，等于你亏损会亏80块嘛，哈、哦。阿哥来讲，好，这是我们起初在进场的时候要去想的退场计划嘛，哈、哦。那么起初看这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什么？也是类似这样交易计划嘛？上去一次下来，哦，下来一次上去，那你建仓的位置可能都会靠近1240这边的位置，我就要主力做一盖，我来做第二盖，第二盖拉回这个边界上来，哇，这样你就出货一次嘛，拉回再出货一次，哦，所以你会遇到怎样？遇到两次出货的行为，就8585嘛，对吧？那电工，你两丢的成本为偌济？为2480去减偌济？减85，搁减啥物？85，我你的成本变2310，对吧？加二减一的话，啊，刚刚来回调，来回调啊，哦，啊，调久就你的啊，对嘛？内容经过一张来讲，你偌济？哦，反正无够，你就放弃嘛，你就啊，今看啊，价位也未够，卖买，或者是讲你介绍个挂掉，哇，85块乘以1000股，啊，85000，那这丢了，吼，8万还是来着？因为一块1000嘛，85块就85000，啊，就丢，哦，你有两张在做，啊，本金偌济？等于2480乘以多少？乘以1000，哦，啊，本金是，啊，来用只数字，歹势，我拢看迄个豆豆。我啊，无看到多多咯，雄雄，看这数字卡卡的咯，安尼对，哦，248万吼，就是第一个豆子就是千元，第二个豆子就是100万元吼，然后咧金融业服务的，哦，所以我习惯看多多，咧看数字较紧啦吼，较袂干嘛挣这个十百千万，哇，好，咱个回到这边哦吼，你要看哦，这交易日期大概是两个月，哦，60K大概是两个月，用你看一个大做一个小吼，在日内哦，像这样，我去把你的交易计划想出来写出来。我做错，你就是亏80嘛。
那八十是等于多少？等于八十乘以一千，你就可能亏个八万走人哦。那么你的成本是二四八哦，两百四十八万对。啊，你还来回雕，来回雕哦，这两个位给我的雕两盖去啊，加二减一，你的底单还是在哦，但是跌破一千二要跑之类的交易计划。哎，你是不是第三？第三，哎，这八万五哦，留一盖，留两盖，留两盖，出两盖，出个出两盖，啊，这第三盖上车。会破未唔知哦，真的唔知哦。但是你也记一件代志，破千二先走，了四十块结束，安尼尔，对唔？你可能有八十块传开了，但是你伫遮一定偌济，已经一次八五，两次八五，已经赚两次八五了，对唔？纵使让你遇到这个八万块的损失，真的来，不是不去看它，它跌破收上来，你还是要再继续上车啊。哦，这是第四单的成本嘛，对唔？啊，纵使一 Loki 拿不开哦，那就恭喜你。你可能可以去更下面的这个低点，持续的做它什么？做它可能是一样，也是大概是八十块左右来回波。我就讲，这行情看得较好，这样才有把握，对吗？啊，目前看这段就是安尼。我就讲，在你都还没上车，你没碰过这一档标的物之前，哦，你要去思考的是退场模式、盈利模式，哦，赢建，不是，还得探钱的模式。先想什么？还是符合我们频道一开始在说的，你要去先想停损至上。赔钱，你要怎么赔哦？你才去想怎么赚，安心。答案拢了然于胸啊！啊，面对交易，你都袂当讲，哎呀，我就看到了，但是我就按不下去。那为什么按不下去？是因为你怕赔钱嘛？那你就不要怕，你就把赔钱当做什么？当来讲，当做跟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哦，当做跟呼吸一样自然哦。顺利的话就赌上去，不顺的话就赔下去，对安尼啊。对，啊，这也无啥，也毋是捌了哦。讲歹听，迄个顶届吼，有一个亲友干啥呢？伊届伊干啥是吼，迄段嘛有点好玩。迄个亲友干啥是做伫遮，好像是坐在一千二吼，然后拉回八百买吼，可以袂歹哦哦，但是伊个凹落去，哈哈哈！吼，伊讲收三百无伊啊，哇，伊毋知咩啊面对，佮买几张诶，他毋知买一张啊买两张，对，啊，你看，对，卖凹嘛。我无讲接袂使买，我嘛无讲安怎，但是你爱想讲，像咱拄仔分享的这个概念嘛，对唔？你要食偌济吼？来，咱个迄个讲一寡鬼故事啊，吼，复盘一寡较早有听到过的鬼故事啊，比如讲迄个进场逻辑，进场逻辑要赔多少，成本多少，对唔？进场逻辑哦，就是讲目前看是多少？863哦，都在表格未去设计，来，我给那个设计一间哦，863，对，这是咱进场逻辑，我们要去观察863跟多少原本的这个什么839哦，839这个边界哦，有没有跌破收上来？有哦，在这边有跌破收上来，对不对哦？那你吃的成本应该会在863跟839的区间哦，建仓的成本呢、啊？哦，863哦，纵使让你追高是863好了，863哦，你在这边看它再下来这边哦。但是哎，哇塞，应该是839哈，不会吃到863，因为左低嘛，哦，左低去跌破，观察左低有没有跌破收上来，所以你会上车的位置应该是839没有错。你839这时候，你在思考，你要赔多少？我要赔多少？可能是803医院哦，803你准备下课哦之类的。那你等一下跟我吃这个，可能大概防守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哦，那就等于多少？等于839减803嘛，哦，36块，那多少要出场？对不对？哦，就等于多少？等于839，哎，803，对，多少要出场已经有了。这里应该是多少出场？哦，803，啊，这边就变成赔多少？哦，就36，对吗？哎呀，安尼就好啊，对吗？啊，再来个，哎，停利模式，停利位置，哦，假设是1154，哦。那收益可能会多少？哦，就等于说你进仓的成本，哦，就等于说目前的位置了哈。目前看是1154，我们也不要妄想1215。先让阿拉讲，是讲咱假一点咪吃鱼，整个身体就好了，好不好？有时候头跟底不一定会破，哎呀，所以说合理的目标价要出的位置应该就是1154，哦，那你就可以赚315哦。然后呢，多少赔比就是等于多少赚的钱去减多少减赔的钱，预估啦哦，比例等于多少？等于279除以36哦，赚赔比大概是1:8。我你看会爽未？哎，敢那袂歹哦，哎呦不错哦，啊那个七楼啊，啊七楼了有去你无？无下课，你36输去啊嘛，输去了得站回再买，有站回吗？哎，加五哦，再买。
啊，买的位置可能还是一样是大概是839这边的位置，应该也是839成本。那再跌破，我再下课一次，对吗？啊，没有跌破嘞，你情况呢？停损不来就整个堵上去嘛，对吗？停损不来就整个堵上去。啊，这段哎、欸、拉回个破，个跳空细，这个不要避免呢。哦，但是你拢在讲，哎、欸，你应该要下课的位置就大概只是在这个区间哦，不要让它凹到这个区间。那下面就没你的事了。那么在一个格局整个破掉以后之后呢，我们还是去判断说，哎、欸，这个左肩、哦、第一次主力有吃给我们看，那在做第二次的时候，它有没有在跌破这个低，涨破这个低点？哇、啊，有没有再收回去？没有，或是说这个低点，变成说你第二三次哦拆底捞底的位置大概就在这边哦，甚至于可能是634啊，或买597哦，那你下一次上车位置可能就会在597。哦之类的，对吗？那顺利的话，这边就真的是停损不来，就整个堵上去了，对吗？啊，那你也在这楼下哦，这楼下来36块先料，在更下面的点再吃哦，啊，一样可能是防守个30块左右的价格哦，30到40之类的，那就哎、欸，这边又可以整段的做上来，然后在这一段新的波幅又可以怎样扒上去、扒下来、扒下去、扒上来、扒上去、扒下来，啊，停损不来就整个喷上去，对吗？哦，所以请在下单之前哦。把你的进场逻辑多少出场赔多少哦，这个点位你都先想好，你再按这个单子就不会怎样，就不会造成我们常常在听到看到的都是什么啊，就看到了没吃到哦，我就有看到，但是我就不敢按。所以同事好不要看我这，好像凹到这里吧，我记得好像这一段啊，这边有几段哦，他本来说啊我这样卖掉好啊，啊卖掉个凹来哦，还得把我货不给，啊这样卖掉好啊个凹来。啊，干嘛这个？我解套啊，解套啊！啊，七六，啊，我跟七七掉，啊、哦，不要，就真的没他的事情了。哇、哦，这段嘛，探不掉，对吗？啊、哦，所以金姐，好、哦，面对交易轻松一点，好不好？把一个进场的逻辑，多少出场，哦，赔多少，这个先规划好，再去想，哎、欸，你应该怎么做，怎么赚，好不好？这边再简单分享跟勉励一幕面前的各位亲友。好，那哦，干话怎么讲那么多？看讲多久了。哇，夯不浪当也讲了快一个小时，我、哦、讲了一个多小时，好，股票都还没讲就结束了。哦、啊、希望能够帮助到荧幕面前的各位亲友，好不好？那我们先概念讲完了、哦、那就直接来分享一下我们要讲的一些 SOP 的重点、哦、那今天主要是做一些复盘的交易行为、哦、回到我们的主题、哦、12月份的行情怎么看、哦、怎么看哦、大的概念这边就不再哈拉了，要不然再哈拉下去可能会讲不完。这是咱上半年度前过去三四年常常在分享的一些股票交易的 SOP 跟逻辑，哦，逻辑的底加了，还有也还在嘎来看那个大小边界，哎、欸，470哦，我会思考逻辑就是470有没有弃手结束哦。那你问我的话，哦，470、490结束，安尼尔。我、哦、来看我 game 哦，这是不是说它涨不上去，又也不是说它会跌哦，这是讲这是讲咱的一个交易逻辑哦，就是哎、欸，透过这个逻辑告诉我，我会放弃在这边有任何做多的想法哦。但是如果说我真的要做多，我真的要追高，就是470即时盘的470跟490哦，这个嘎上去的边界不能死下来哦，死下来就87%行情暂时结束。我们哥美股无开盘，讲今天嘎呢，今天是袂歹哦，嘎呢袂歹哦。真的哇，就简单看一下87%会涨之前的形态哦，这个打底破底破这个边界收上来嘎上去，对，这嘛是啊，87%的形态哦，87%的形态，哎、欸，嘎上去了，黄金嘛起嚟啊，哦，比特币还在爬楼梯哦，日经指数哦87%哇，哎、欸，大家用这型的啦，87%破底收上来嘎嘎嘎嘎哇，起有嘛是啊。对，我们继续工业格局跟range小一点、哦、大概50个 tick 0.5 块钱，哇，这些小 SP 哦，87%嘎下去，嘎上去哦啊！再分享一个重点哦，会涨都是从下面涨上去，我、哦、这个行为哦，10次会有87次啦哦，那99会有一次13%，像这样嘎上去，嘎过这个左肩哦，可以试错，但是不能收在这个左肩之下哦啊，就会怎样？就一飞冲天、哦啊、你也可以说这边是一个诱空的行为嘛，对吧、啊、所以我常说你空就像这样，你空只能空防守在这个边界区就好了、哦、做一个小小的风险控管，空错了你可以怎样，还有更高的空点可以再去做交易，好不好？我像这样
MM3.N 主力卖卖卖，扛扛落去。我、哦、这是空军，你每天在日内我要去执行跟赔钱、值得赔钱布局的边界的位置，对不对？那空下去，这个高点不再创新高，那就恭喜你空在今天相对高点的横盘。我、哦、这边再提醒给荧幕面前的各位亲友，所以讲吼，来看咱的分享哦，分享一些看股票的惯性跟逻辑哦。我要提醒各位的是，怎样你的进场、出场的。什么交易的逻辑哦，还有退场的机制哦，我认为啦哈，这样对各位亲友的帮助是金呢，还是金呢？哦，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十二月的行情，你应该怎么看哦？我应该怎么看？大家应该怎么看？我们再分享一个简单的重点了哈。那个前几天的影片哈，录影档哦，有大概提过了哈。那你的季底季初哦，都会有做涨行情哦，有没有发觉？季初不管上一季怎么跌，季初。哦、不管一二三月怎么跌，四月每个月的季初都会嘎一段。你听我的讲啥？不管五六七，四五六哦，怎么跌，它在七月份哦，都会怎样？有一段像嘎上去的行情哦，好不好？再来七八九十哦，十月结束，十一月呢嘎上去哦，十一月嘎上去，再来看这哦，盲单看哦，不管是跌势或涨势。我要提醒各位亲友是什么事情，比如说记得跌势后啊，2022年就落衰无，我告学校学校吼、哦，你来看三月结束哦，三月结束，四月开始哦，四月开始都、哦、还会有怎样每一段的季初哦，一二三结束，四月哦，四月有啊，五六诶细尾细，黑的是咱咧讲诶，做涨行情就是讲伊个周期啦。我在这边要分享是更大的一个周期。我、哦、这昨天的影片，我都有传在聊天室。哦、像这样，我、哦、第一个月容易喷发，然后喷发完的那个月容易回档。哦，顺便去测一下压力支撑有没有呼唤、哦。或者是主力跟投资公司获利了结卖压的拉回。对，那第三个月月底、哦、相对低一点的位置，我、哦、就怎样等着布局捞底，等待什么？等待季初再嘎出去。我、哦、才嘎出去哦，哇，几乎哦，只要是符合绩优的吼，哎、哦，我雄贵弱势，那能卖供啊，对不？那得用这耳熟能详哎，联发科来看，来，我、哦、这完整的会计年度吼、哦，来一二月吼、哦、刷了，三月吼、哦、四月初喷，哇，五六回档盘整，七月吼、哦、七月加喷较少一寡，但是也最少喷哦，过来八九十吼、哦，七八九结束吼。哦那十月哦，十月拉回一个普哇，哦，再容易会有一个，纵使盘再怎么不好，熊这盘整盘喽哦，再怎么不好哦，它在每一个会计年度或是什么季初哦，都会有一个喷发行情的时候哇，破掉，啊，接过来十二月哈，十一十跟十一哇，十月喷十一回啊，今嘛几月？十一刚刚不结束啊？哦，我十月盘，十一会月回档哦，所以十二月咧，吼、哦，十二月有时间咧走啊，无时间咧 walking 吼、哦，你就找它相对低一点的位置吼、哦，再布局看看，做看看，好、哦，你看，包含这十二月鬼哦，哦，这十二月鬼哦，都还有怎样，在一月吼，一、哦、月行情开始的时候，都还会有一段哦向上的距离哦，都还会有向上的距离。那今年哦，今年这段我看多少多哦，反之啊，你来想嘛。每一个会计年度哦，它包含去年十二月嘛，对不对？哦，十二月相对低一点结束啊，一月这边就整个喷上去，大概是这一段哇，再喷哦。所以每一季的季初哦，啊是伊个虾米做账的周期哦，你看韭菜财经新闻台，咱因定咧讲啊，法会就是安怎准备要出会啊。哦，就是变咩啊？法说会不是法会，法会是咱准备要出去啊嘛。哦啊，等时讲这法说会、法人说明的什么委员会，哦，跟伊两面季初做账行情哦，你还可以抓到这龙的米格，哇，搭配咱的交易格局的什么格局图，哦，啊，你多看，哦，你就会了然于胸了，很多事情就会开始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这样子哦。七月容易喷哦啊，季初都容易喷呐，哦，哇，要修。有点晚，好了，我们简单来分享一下，就结束我们今天讲干话的那个什么时间哦。来，联发科怎么看哦？按本频道在看的惯性，我们会看一个大，做一个小，做一个15分K 跟60分K 的什么多空打击区哦。记得哦，去防守这个边界的价格哦，可能让个5块10块
真的这样子就好了。比如说目前高点观察多少 ?1313, 它容易发生卖压跟容易怎样跌不停的位置，答案提示都在左手边了。那低点观察多少，就是画面上的这个大概是1242左右的价格 ,1242, 我这个人读在头颅里多少就行了嘛。那目测波幅大概有71块，你就去幻想说，假设你是空军，空在1313，防守比如说10块钱，1323喷出去你就不要了。那做多也是一样嘛，是在242，防守个10块钱啊，跌破了你也不要了，还是跌破这个1225你就不要了，对不对？那你去算它的赚赔比嘛，可能有71块，有71块的业务行为，你的10块20块的亏损没有来的话啊，目测应该有71块可以去蹭它，那顺利的话，顺利的话就由下面给它堵上去。那做空也是一样嘛，顺利的话就上面给它空下来，所以这边出货下来发生出货的行为，在今天相对低点的位置真的都不意外，因为你看前几天的盘就有看到卖讯嘛，也有看到空讯嘛，对不对？所以说下礼拜开盘12月这个会喷，说真的也都不意外，包含现在台指期的哇 20, 这是小娜，来这个小娜，包含现在台指期的加空，今天都不意外，你看这全指股就多方打击区来啊，对不对？买起来啊，现在收盘维护了嘛，所以下礼拜可能就一个跳空开高又整个上去，对不对？那今天的收盘价来到了12251225，对不对？那我们再搭配一个喜欢凹、喜欢打被动收入的殖利率的 SOP 给你，你就可以知道说它的股息殖利率大概是54块，殖利率大概是目前来看是 4%， 4.4% 左右。那现在会搭配这个，因为这是长期投资、长期买进的一些投资心法。也就是说，你在这边凹它、持有它，你吃在1225，你要告诉自己你喜欢凹的，你凹个23年，股票就可以不用钱了。对，那些交易你是不是就更轻松？那么如果说我想靠联发科去打被动收入，有100万的话，你也只需要投资多少？1255。投资大概是2268万。明年躺着干，你就100万了嘛？对，那你等下讲，穷人与富人的差距就是怎样？因的起点是咱行的终点。对，一叫姐资产转移个2000万过去，明年的今天他就赚100万了。啊，那呢？富家要死要活。啊！直播他妈讲啊大细声，趁欢喜啦，趁欢喜熟悉恁啦，对嘛？你讲最近要趁了啥物钱？少咧，那等级就无够难咯，咱讲赞咧。我们是讲，咱对这还蛮有兴趣的。啊，三更半夜不睡觉，大家来嘴就哈啦。啊，无讲赞咧，这种是咧做慈善咧，然后做慈善事业。对，当然啦，真欢喜讲，伫咱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哦，熟悉恁跩哦，甲熟悉我来熟悉恁，大家有一个互动，华山论剑的迄、我感觉安尼袂歹啦，因为人生在人生短短几个秋嘛，对，就会当较踏实的，较趣味的，来过一世人，安嘛是真好代志啊，所以莫甲想伤多，像安尼甲所有的交易的格局他的计划就像这样做好看好啊，你就可以很轻松豁然的去面对这档标的物，咱点那种看大做小嘛，来小分给聊，看少聊，咱看一个大。什么是大？大到袂清的大，就是讲来 60K 那再提醒各位亲友，假设 60K 的边界你看不到支撑，也看不到压力，那就怎样往日周月去找因为日周月之前都有做过解析的嘛。那今天就直接来分享到目前即时盘的格局。目前看是 60K 15K 看应该就够了来高点观察多少 ？1325， 低点观察多少 ？1240 还是一样就刚刚有看过了嘛。那目测波幅大概有85块钱发生在近大概是一个多月快两个月交易期间15K 大概是一个月 ,60K 就大概是两个月那波幅一样也是85块准准点棍，所以就明显感觉到1240为什么跌不下去，因为 15K 就告诉你跌不下去了嘛 ,60K 告诉你跌不下去嘛，所以这边就会容易形成什么市场主力他们给我们韭菜交易员的集体控制1240有支撑那你就跟着布局看看，赔看看记得做错停损停利离场，是你在下单之前要去思考的交易行为。这边顺便打个停损好了，停损价位假设是赔10块，等于这个减10元就类似这样停损价位1240吃1240卖1230，亏10元，
啊，你面对教育价轻伤嘛，对吧？如果说万一未来有喷出，我就观察1410跌破就观察1115哈，就是讲你家万不能做唔到，这十块撂去啊，撂去啊，啊你来家哦，佮做一架啊撂二十块啊，对唔？啊做掉做掉佮做起来，啊做唔到就存多好，十块开去啊无啥，对唔？因为你做掉一抓就是70块加80块赚倍比在等你，好不好？啊、你不要说你这边空单没做到，他跌破你跟他反手空哦。哦，公斤多空要选一边，阿伯利该探的趋势单你也探不丢。我、哦、这边在勉励跟提醒荧幕面前的各位亲友。好，那以上哦就是联发科哦，联发科它的那个极短线啊、哦，下个月大概是下个月12月哈、哦，它的多空行情交易格局的变化，那简单分享给荧幕面前的各位亲友。那接着看我们的下一档哦，台积电，那因为有设计这个比较新的表格，我们就直接call新的表格，还是不用，这边贴下来就好啊，没关系。我、哦、这里就有写了，这上次复盘的嘛，吼、哦，940833喷出观察多少？1047哦啊，大格局的边界喷出观察多少？1269，结果1047有来吗？有哦啊，1269没有来，我、哦、还多了50块，价格不变哦。所以说那等一下讲，交易计划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哟、哦。哦，这边再提醒荧幕面前的各位亲友，就是说辅助让你有一个什么进场的逻辑哦。就刚刚讲的那些，我要卖个赘述，让底下光重点。来，台积电怎么看哦？高点观察多少？高点观察60K 哦，60K 观察1083哦，啊，低点观察多少？1009哦，这是60K 告诉我们的盘讯。波幅大概有74块钱哦，整理好喷出，下一关就1157左右。整理失败了就观察935哦。那15K 的边界怎么看？高点观察1041哦啊，低点观察1001哦，哇，容易形成卖压的位置哦。那你看我们的格局图，你可以卖得更早，我、哦、卖在60K 大格局的边界，这边都有怎样？主力跟你说这边不能做多啊，做多就死下来啊，对吗？所以这几天的回档意外吗？不意外啊，符合哇。符合那的交易逻辑也惯性嘛、哦、一个上升趋势上升楔形，这边界可以死下来吗？不行啊、哦、死下来就能这样往下找支撑嘛，回撤起涨点嘛。那第一次主力有吃上去下来、哦、明后天要关盘的重点就怎样，有没有站回千元大关，好不好？那都是怎样，都是值得赔钱跟布局的位置、哦、对吧、啊、做丢就起来了、哦、40块70块来回单的价差，嘴就捞嘴就弹啊，做不丢呢花个10块、哦、花个20块，这边停损离场、哦、你再去更低的边界的位置、哦、目测可能是935，哎，有那么低吗？961 935、哦、丢了、哦、再类似、哦、这样更低的位置去等待它的横盘。来，再次提醒各位亲友、哦、喷出以后怎样等横盘、哦、比如说你现在看喷出以后这个862、哦、是我们预计它可能会止跌的位置，对不对、哦，但是你要搭配市场还有主力告诉你什么，他走给你看，他吃给你看的，喷出跌破收上来、哦、所以说你在你上次 1080P 的弟兄套牢的时候，你就可以隐约去抓到这一段、哦、再怎样，在上一次、哦、打跌停打到那什么跳空开低的阶段，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可以去做到821的破底翻的这一段，821破底嘛，可以收上来吗？不行哦，收上来你就要赶快吃、哦、或者说85的这个边界、哦、吃完以后就可能就防守这个低点，顺、哦、的话停损不来、哦、你看这样就整段上来了、哦、好，看图说故事，看图讲干话。好，那台积电怎么看、哦、简单就是这样看、哦啊、就是大概这个波幅这个边界，万一这个边界弃守了、哦、你就向下去找支撑、哦、60分如果没有了就看日 K， 日 K 的大概是这一段、哦、就是朝940、哦、不怪、哦、这里容易因为上一次的起涨点嘛，到1100块嘛、哦、那万一这一段再弃守了，你就往下看往下看往下看、哦，去找出他上一次、哦、在下面起涨上去的起涨点，好不好？好，那以上、哦、就是台积电他交易格局的变化。那今天的收盘价、哦、来到了996，哇，这个要死的996、哦、996，好，那以他的 EPS、哦、告诉我们大概有13块钱、哦、就是股息殖利率、哦、也就是说他的殖利率、哦、说真的长期持有的话，殖利率大概是 1.4%、哦、但是价差波幅就蛮大的、哦、
那也就是说，你如果想靠它领被动收入哦，以目前的殖利率配下来下去看哦，大概领个71年，股票就可以不用钱。那想靠着它被动收入哦，有100万的话，假设说你需要现金流去打被动收入，我再次提醒各位亲友，你只需要投资多少？只需要投资7100万啊！明年躺着干，你的被动收入就多少？哦，就100万了。那一样哦，我们把图截下来哦，去分享给聊天室的亲友去执行如何赔钱的交易计划。好，那今天哦，看图说故事胡乱的时间，我差不多就看到这边。那我们看聊天室有没有什么问题哦？125眼镜兄，眼镜大大，125什么股票？我们来看一下哦。那讲完我们就休息啦，好不好？啊，我刚刚来个听更啊，125是吗？哦，广运，来，广运怎么看？看着左边，坐右边，哇，要熄火，87%会跌的位置，哇，没什么价，都一直跳空开高低，跳空开高低，哦，这里边出货可能嘛，无该有出，咱看者哦，啊，因为这量没有几张，你是在问这个吗？好，一样哦，我们就做一个哈，不负责任也不专业哈，简单又无脑的。开始刚刚讲到联发科，所以讲联发科1255，哦，不是是联飞科收盘价。好，那但是凊彩啦，吼，凊彩看，咱即马做一个快速的复盘吼。好啦，安尼就若无要问就无要紧吼，咱直接讲重点嘛。来，经过了刚刚的一番洗礼吼，我相信荧幕面前的你该忘的也应该都忘光了吼。那我们来做一个提醒吼。来，这咱的成交指排行榜来看吼，如何去找出热门股、热门标的？我找出一眼吼，一眼就看出说，哎，你要交易还是不要交易的位置？吼，安尼哦，看着左边，坐右边哦，把这确诊线框线右出来，右出来，6180，右出来，右出来，来，台积电要不要赔？来，赔钱的位置到了吼，要赔就赔看看哦，神达要不要做交易？你51不买，84做交易，对哦，这放弃。我今天再次声明，我不是说它涨不上去哦，我是说放弃。交易有两种哦，做多哦，做空啊，放弃休息哦，这是当你交易市场会遇到的三个哦。那要么做多，要么做空哦，要么放弃哦，休息哦。所以放弃也是交易的一个模式哦。看不懂，不是我们的打击区。就放弃，好不好？哦，不是说它涨不上去哟。哦，来顺达哦，87%会喷的115的位置，你不做多哦，起码185哦，就放弃了，好不好？鸿海哇，217会跌的位置哦，这讲一下鬼故事的哦。我你刚一个董叔讲，伊厝会出伫遮，哦，袂歹，出了真好。哦，伊讲伊有看咱的多空打击区，袂歹。啊，另外一个董叔嘛出伫遮，嘛袂歹。哦，啊，拢出去啊，恭喜哦，恭喜有出伫相对高点跟值得出货的位置。那出完以后，他们看这边，看这边，这里有上车。哦，啊，上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好，你买回203、204，你第一个这15块有赚起来了，你要用这赚起来往下哦去凹它吗？哦，这是第一个模式。那你觉得说，哎，这个模式这样可以？假设说你是出在215回来240哦，那你往下浪，你要跟他做长期抗战，往下浪，你可能可以浪到180、185还是190之类的哦，反正就是15块的价差，你赚起来了。那你觉得说你浪得下去，你就吃看看。那第二个想法就是这样，那时候就跟他建议说，哎，假设你建仓在200，我加我，你建他好像是203、204在这边。哦，好，你吃在这边，你要不要说先让个3块钱、5块钱？万一跌破，你先跑。哦，那顺利的话，再去更低的低点，哦，去吃也可以。另外一种看大日 K 哦，日 K 价起涨点可能是185了。我马上公牛公，假设啦吼，这段了不够吼，这段这196了，哦，196，哎，这是20几哦，哎，20几、203哦。假设203了不够了吼，公斤呢是瞬间回到解放前哦。啊，一种看是可能是185加哇。呵呵呵对哦，啊，所以来今麦克来啊，哦，做多的位置到了，哦，去思考说要不要赔看看，哇，哦啊，赌对了就坐上去，好不好？反正距离185嘛，差不多这样，哦，所以87%会死，哦，跟喷的也有型，哦，明后天捞看看嘛，哦啊，你要思考是防守190哦，建仓在191跟195之类的 OP， 好不好？好，那接下来看亲友问的股票6180橘子游戏，哎，橘子干嘛？这敢是走去日本迄个，还是走去澳洲迄个？吼，哦，哇！
看新的标的，我建议各位亲友怎么看哦？来看大做小，从最大看到最小哦。从2010年到2024年的今天哦，盘讯盘感盘图告诉我们什么？买在36块跟22块是保证不会输钱的地方哦。在过去14年的交易历史里面，那么建仓哦，在106跟119的地方哦，过去10年的历史也告诉我们，这是到现在保证赔钱的地方。喝个水，哇，周线87嘛，57哦，那日线8769，87 87 87 69，69，哎，你上车了吗？哦，69不上车，这边，哎，是考虑要出货吗？对，好，再看60哦，87，所以8788有卖压独啊后年啊，哦，因为对于重灾区透底价哦，透底价哦。那你如果说创新高哦，创新高以后要去找出什么压力变支撑的地方，可能是87哦，还是84这边哦，84这边本来有一些空单，现在给它嘎空嘎上去了哈、哦，所以勉强的挤短线了、啊，建议你去等82哈、哦，啊不是说它不会涨，再次提醒各位亲友，只是说在这边交易格局分析87%会跌下来，13%会嘎上去。好不好？来，那怎么叠怎么嘎哦？一样，我们把图截起来哦。这是我们就利用那的台湾之光我的格局图去修改它哦。6180，来15K 的边界怎么看？高点观察88，低点观察82，目测波幅6块钱，喷出观察94哦。那跌破就观察76哦。所以你要交易进仓的位置，我建议去等82或是76，好不好？结束。那60K 哦，60K 边界的格局。哦、容易发生回档的位置在多少？87、哦、容易发生喷出的位置在78，还有76.4这边的这个价格。那目测波幅大概有9块钱，喷出一样观察96啊，跌破观察69、哦、那今天的收盘价、哦、收盘价来到多少？86.4块钱、哦。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股息殖利率除权息资讯、哦、哎呦，没败哦，今天没败哦。来，巴菲特投资新法的 Economy 连续1、2、3、4、5、6、7、8、9、10，十年有股息股利，有哦，0.5、0.7、1.2，17年下课，过来0.49，我过来获利能力，哎，慢慢多了起来。哦，那去年是5.8，现在衰退3.28，哦，这可能不看 over 一挂，但是马西龙持续的探底，所以还算是一支还不错的公司啊。那么假设哦，那幻想工它明后年卖追哦，持续维持在3.28的卖搞啊，拉高0.5嘛，卖搞啊归零哦，那那就是安怎？那就无脑幻想它有3.28获利能力，殖利率大概是3.8%哦，也就是说你凹它持有它，我、哦、持有个26年股票也可以不用钱。那么反之哦，你想靠着它打被动收入的话，也只需要投资多少2634万。那停损的重点就是这样，获利能力必须更多，如果没有更多还是一样该砍就砍、哦、因为它可能会归零哦，归零就很难受了，比起透底下股息没汤捏，价差没汤谈，我还是比息更敢扣，好不好？那以上就是感冒、哦、我们在招会里不能招会澳洲的感冒、哦、它的交易格局的变化还有不负责任的分享，阿内姆照解答到你心目中的疑惑，那用把图截起来分享给聊天室的亲友去执行，哎、欸，你下周应该如何判断、哦、跟如何赔钱布局交易计划的 SOP、哦、那么没有什么 question 的话、哦、今天的直播、哦、还有不负责任的韭菜台财经台还有韭菜送金台、哦、就简单分享到这边、哦、那如果说屏幕面前的各位亲友、哦、有任何跟钱有关的问题、哦、都可以在留言区下面留言，奥利给都略懂哦，毕竟我涉入这个产业已经被收割了超过20年了。哦啊，所有的东西都略懂哦，都略懂哦。那我们是一个直白哦，直白简单哦，带你去解析哦，任何跟钱有关系的一些金钱游戏的游戏规则哦，还有它的一些 SOP， 好不好？好，影片最后还是一样。先祝大家身体健康，真的只有心态跟工作是真的。再来祝大家交易顺利哦！啊，我们一起把这种如何拿镰刀割韭菜的交易行为学好、做好、练好、割好、割满哦！一起割到什么时候？一起割到80岁之后，手按不动滑鼠之前。
我们每天见，拜了个拜。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是一堂价值3000万交易心得的分享，在你听完之后，保证你会得到价值3000万的交易技巧，以及如何达成躺着干坐领干薪年收入100万的达成计划。那你又你就知道有钱人的想法到底在想什么。影片记得看到最后。我先问大家的问题：你是韭菜吗？你被当作韭菜收割了吗？还是你都是在收割韭菜的？这是一个完全不想负责任投资分析报告的频道，一个教你如何赔钱的频道，不收费，只想分享经验跟取暖。没有错，就是用老韭菜赔钱的经验来赚流量。只需要你的订阅以及分享。参考的经验呢，是一个被坑了18年老韭菜的交易行为，内容可以跟你保证，完全是看口说故事。你没有听错，就是看口说故事。影片录制的方式呢，大部分都是用直播的方式去录制，手机的软体去排版的哦。所以我错别字部分，请多多见谅。接下来我会用最实际的数值以及最直白的语言来分享这个标的物、这个市场。你看一次看不懂，可以点选回放，右上角有个词，看个100次，看个1000次，看到你懂为止。那今天我们来分享就是股票跟期货的交易技巧的 SOP， 那你如何看出格局以及确诊性的用法？简单来说就是如何看图说故事。那不管你今天要做多或做空哦，进入到任何的交易市场，你要先学会观察盘整的格局，并且注意在这个格局改变之前哦，有87%可能会发生的业务行为。能够呢在这个格局内哦写出你的交易计划，并且在分析的过程当中哦试图发挥你的想象力。那首先我们来到观念的建立哦，带大家看什么是假突破，什么是破底翻，然后分出哦要观察什么，跌破要观察什么。还有在看一个格局哦，你不能不去知道的五个价值，就是盘整格局的高点、盘整格局的低点、盘整格局的波段幅度、破后的等红色距离、跌破后的等红色距离。那你有时候想做多的哦，建议哦观察，去观察盘整格局的低点哦，以及它打跌以后的等红色距离的低点，哦，开始走横盘哦，你就观察红绿红绿。那想做多的哦，建议去观察，要用在大涨以后盘整格局的高点，以及喷出以后的等红色距离。然后它开始走横盘，观察什么？观察 HN 一个山或是一个凸。那我们光盘的盘整的形态哦，建议哦用比较大的格局去看，再看到比较小的格局，去判断说你应该做怎么样的业务行为。到了以上的格局，接下来就是进入交易策略的阶段。就是我们在面对投资市场的时候，就是要把会遇到的状况分析出来。简单来说，不是输就是赢，输赢的几率各占50%。我们再把50%的状况分成以下4种，那个就是大赚、大赔、小赚、小赔。那状况处理式的话，就是它各有25%的几率，你在投资市场上会遇到的状况。然后我们再把可以控制跟无法的控制的状况区分出来。目前的状况哦，我们分为以下几种：大赚靠运气，小赚靠运气，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真的只能靠运气。还有，那赔钱的状况哦，赔控你自己，要赔控你自己，是在你自己手上。你的工作只有要赔多少，是你们跟我们可以自己去控制的。那既然我们知道未来会发生状况只有5次，就把这次的状况做一个删除。就是我们只能控制小赔跟大赔，那就是把大赔删掉哦。你没有听错，就是把大赔删掉。那要怎样把大赔删掉？就是所谓的停止损失，停止损失，停止损失哦。因为这个很重要，也最重要啊，所以讲3次。那你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恭喜你。如果以后你在投资市场会遇到状况，就只剩下3种状况，就是小赚、小赔、大赚。然后我们再把这3种状况，再用刚刚算几率方式去换算哦。比如说，你有33%的时间是会遇到小赔，33%的状况是会遇到小赚，33%的状况是会遇到大赚。你有没有发觉，你这样调整以后，你明天以后在投资市场面临到的状况哦，66%是在等大赚跟小赚，另外呢，只有33%在等小赔。那你在面对这种标的，或者说这个投资市场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很轻松愉快的去面对？所以说，看出格局的目的哦，就是让我们在明天、后天跟未来的格局去拟定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赔钱的交易计划。所以再提醒大家哦，你看到标的是天天有的，你真的不要怕赔不到，只怕你没有钱可以。当你的机会哦，我可以跟你保证，天天都有，可以赌到你80岁，或者是中风，手按你的滑鼠之前，你都还可以继续学会技巧、投资心法，去练好你的基本功。怎么样，在下面吃2张出1张底单要留，上去卖1张，下去再买回来，养成你的小赔小赚大赚的习惯。那底单就留着，天数不来你就给他赌到天花板。虽然有时候我们看他赚的钱他跌回来，你可能会舍不得，但是我们这样才会有长线赚钱高单的交易计划。这样你这样调整就每天你就会觉得很有参与感，而不是只能在旁边看戏。那之前的影片哦也很重要，希望大家哦从头到尾都给他看，看个100次，让他循环播放，你就知道韭菜是怎样被收割。喜欢影片的观众哦，在老板按赞、订阅、加分享啊，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如果说你有想了解标的物，可以为你免费的建议以及分享，跟你保证完全不负责任，要赚多赚少自行负责。最后献给大家一个价值3000万的交易心得：做空千万别追高，不要在做空想上班的地方哦，你去做。做空呢，千万别杀低，就是不要在做空想上班的地方，已经在地板了，你还跟人家在空下去。那不管你在哪里建仓，不管在哪里做庄，就是千万记得要停损。以上的3000万分享给大家。影片的最后呢，再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交易顺利，培养好你的交易计划。
烟酒菜割到80岁之后，手按不动滑鼠之前。以上，谢谢各位。